蒋纯，我不干了，我现在就辞职不干了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请您好好管管您的手下。我的手下怎么了？
不是说中共游击队的人出现在这里吗？他们人呢？人呢？调虎离山计了，快增援南门，增援南门，增援南门。让他们打去吧，咱们现在就走。大姐，我知道前面有条小路。好，那你带路。